密室，本阁，黑帮，有下棋，你就会危险吗？啊，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 IMAX 的电影，我们整个的拍摄过程中完全采用了 IMAX 的格式。 IMAX 它的整个的取景器比一般的电影要大，它特别适合外景拍摄，像东京那样信息量非常丰富的国际化都市，无论是对美术还是对各个方面的要求其实都是更扩大一些。它需要配备资源就是很强大的，需要很多事情的运转就非常的周密，视觉冲击力也很强。可能演员表演起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最难的是拍摄。会有三四百人同时打架，还要跟飞猫、猫狗、大炮、斯坦尼康把这一个长镜头用各种的技术去完成。中国のスタッフの方々の技術力の高さも感じたし、ダイナミックで。They have the character different four costume in this movie like this, yeah, and the culture.就这个头发他们染啊漂啊都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这件衣服是全世界仅此一件，身上他们的纹身是要画的，那个画一个人可能要几个小时，粗略估计大概有几十个人吧。无论是摄影部门还是化妆部门灯光部门的导演部门演员部门的，虽然不易，但是大家这个团结的精神在里边，拍戏的交流对话，你好几种语言不知道就是哪个劲儿对上了，你笑的你就控制不住，それぞれの国の言葉が飛び交いながらと組み合いの変化をす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はすごく面白い。Sometimes I forgot, I just listen. What you say? What do you say? 然后这时候旁边人拿枪来了。观众对这个系列相对来说已经有一定的认知度，你既要满足他们的希望，又要给他们惊喜。这次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意料之外很多这些新颖的东西，一个环环相扣完完整整的案情，在一个虚拟的环境把他的大脑带进你的探案这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电影的魅力。